几年前我结束大陆的工作回来台湾，我种有机不为了什么，只是为了种得开心，吃得安心。因为以前没有种过有机嘛，所以刚开始就到处去问，到处学，怎样才能够把作物种得好。因为是有机栽培，所以我们不能喷农药，也不能撒化学肥料，我们用有机肥跟自制易肥来滋养我们的作物。对于病虫害的问题，我们就用生物防治法。谢谢安心营农产提供我们一个好的销售平台，让我们不用烦恼销售的问题。